六日，林志玲空降西安为某名牌代言，只见她以一身红色低胸晚礼服亮相，眼角惊现鱼尾纹。此次西安行，林志玲不仅大展 T 台风采，酷暑时节站台过程中香汗淋漓，林志玲还向粉丝送出爱的抱抱，却遭到男粉丝摸背熊抱，志玲姐姐尴尬起笑，却引得台下阵阵尖叫。酷六娱乐，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